火王目前正在热播中，剧中的几大 CP 也是甜蜜不同。那本期节目带你盘点火王三大 CP， 看他们是如何相爱相杀的。第一组风火轮 CP， 要问虐恋哪家强，风火轮夫妇最致命。自从两人相遇后，便开启了无限循环模式。二组皓莹 CP， 天空一声巨响，皓莹 CP 火热上线。两人第一次见面，皓月直接将小莹莹打趴，下一秒就直接扑倒。爱情来得太快，就像龙卷风，小脑瓜弹起来，小风筝放起来。果然，这对欢喜冤家承包了本剧所有的苏点嘛。第三组师徒 CP， 条条千里行，浓浓师徒情。男一男二这对师徒 CP 也是相当的好磕呀。劳动了解一下，怀抱了解一下，大腿抱了解一下，这大概是本喵见过的最甜蜜一对师徒了。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